下，我跟着妈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妈离开了家。啊，水葫芦，手里还拿着冬菇了。这新的桥还是上船，姑儿搬大树。哎，你呀，你上哪？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呢，看谁能踩着我。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？哎，我不去赶集呀，你看。我看过了，他离不去这一座渭南河吧，姑儿们都说今天你一定去看看他。哎，一起喊上两个小宝贝，大叔要买件花衣裳，哎，花衣裳准备送给他。哎，不对，聪明伶俐的姑娘们嘞，为什么金钱变得这样傻？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送给谁？解放军。呀西，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哇嘿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嘞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嘿。他们把豺狼全带走嘞，他们日益受伤害，为我们披上修大路哎，为我们开去种庄稼哎，他们将沙漠变良田哎，他们将戈壁开鲜花哎，幸福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哎，金钱是八一见证件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花哎，乡亲们派我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，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哦，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，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。